观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看正言上人那旅足迹。农历七月到来，您是否和许多人一样认为七月即是鬼月，要透过普渡祭拜才能保佑平安吗？在佛教中，七月是吉祥欢喜及报恩月，因此提倡戒杀，与世间众生结好缘，如素祈求平安。在佛典中有目犍连尊者救母的故事，因为母亲生前事实深处，并且毁谤三宝而堕入地狱受苦，希望透过这样的典故来告诉世人们孝亲的道理，并且能够虔诚礼佛斋戒护身。现在敬请快来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上楼，三楼。天天造福，日日行善，不只是福，福聚聚起来，让我们社会祥和，也是让家庭平安。更重要，就是自我净化，时时发好愿，做好事，这就是自我净化，心无贪念，培养爱心，这也就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因缘。佛陀说他来人间啊，只为了一件很大的事，要来教菩萨法，教导人间人人启发爱心，自爱爱他，慈悲利他，这就是佛陀。
要来人间的目的，慈悲利他，那就是菩萨道。这种无私大爱，弃除迷信，这就是佛陀期待我们用正法来导引人人，不要迷信，而且呢，以爱为正，而这个正法呢，能够心静起心啊，暇不弃。会感觉得到身边的人其实非常支持我们，真的这一次这样子出去推素，一天一餐、两餐或三餐，贵人朋友真的是给我很大很大的鼓励。是啦，拢是咱真侪年来啦，一直伫咧推动。七月是孝亲吉祥月，咱来来提倡孝道啊，行善行孝为人的咱。农历七月是吉祥月，七月一典故真多啊。虽然咱是推动遐侪年啦，不过呢，古今以来啦，真久以前呢，佛法来到台湾，凡是华人的社会啦，拢是沿袭着古代这种民间信仰，安尼呢留落来。其实呢，咱若要真实用佛法啦，唔是安尼，唔是安尼普渡，唔是安尼拜门口，唔是啦。这是呢，过去以来第一呢是民智未开啦，搁再呢人拢有一种方向的心。所以讲吼，有拜有保庇，其实呢，应该咱会知影，唔是拜则保庇，咱爱有造福，有福，那就是会当得福。你造福伊呐，当然你就是得福伊个呐。你若无造福呢，干那拜拜，敢无真正会平安呢？啊，真正要平安呢，就是咱个社会拢爱真祥和。自然的社会都平安呐、啊，真正呢，要会当风调雨顺呢，就是人类人人的生活爱调和，这才是真正的根本。唔是安尼拜拜咧，安那就是平安。啊，但是呢，咱即马应时现在的时代，真正咱爱有智慧，智慧爱提起。大时代呀、啊，书名大时代，咱即马应该呢，为着要甲咱的这个佛教啊，咱爱正知、正见、正信，搁伫这个时代呢，都一直伫咧提倡，要安怎样会当净化，减少二氧化碳，要安怎呢来减少大地呢资源的消费。咱都唔通过去做一挂浪费的代志。过去呢，人口少啊，民地未开啊，这种呢方向的心啊，无一个正信啊，啊，就顺着迄个年啊济，安尼呢，伫咧杀生啊，恁知影？古早啊，伫咧拜门口，啊，就安尼三生五礼，啊，什么叫做三生啊？就是。爱抬三只以上，叫做三星，甚至个五礼哦。除了抬鸡啊、鸭啊、个鹅啊，安尼呢，三星啊，啊个有诶呢，其他鱼啊啊等等啦，反正呢有真侪物件叫做三星五礼啦。你想，敢那为着这边的拜拜啦？爱杀偌尼真侪的生灵啊，这是错误的，
这安尼开始呢，就咧作业，所以讲吼，到现在来呢，迄、那个工业的因缘成就啦，灾难都无数的。我哪有？我哪有？我哪有？母亲，你背后所做的也会刻薄。穆建莲救母，那就是有效啦。去当阵的穆建莲呢，他想在迄个庭中啊，伊家己知影，伊的老母呢是在生的时，就是杀生。贪嗔痴诽谤三宝，多杀生啊！所以穆建莲尊者呢，已经了解老母往生了后，一定呢是堕落三途的恶果啦。所以地佛陀呢，结下安居迄当阵，伊有一天就想讲，哎，知影老母到底伫倒位啊？在定中呢，安尼忽然间看到迄个五鬼道老母呢，就是已经发到遐尼大啦，颔棍呢安尼细细啊，尔丁，脚手呢亲像茶，无吧？啊，看到实在是足可怜的，一时不忍心嘛。啊，伊是佛陀呢。心通第一的弟子啊，所以伊就赶紧呢去运用伊的心通，恭候老母一碗的白饭啊。老母看到一碗的白饭呢，接来的时阵，开嘴伫要吃迄当阵啊，规个火出来，人讲饥肠如火，就是安尼啦。伊呢，啊，无法度啉啊，啊，无通吃，所以呢，规个腹肚安尼烧滚滚啦，啊，嘴一开呢，亲像迄个火焰呢，从口吐出来同款，所以规碗饭啊，嘛是烧甲安尼，亲像炭同款，无见人煮食，看到安尼的情形啊，伊家己感觉。我是心痛第一，我要给我的老母一碗饭，都求不可得啊！要安怎呢？所以就去求佛。佛陀就甲讲，单独你一个人的德行啊是无够，唔是你的心痛啊有法度好救你的老母。每一个人家己做的业啦，业呢去克。大过苏密山呐、啊，真诶，个人诶福业转未叮当，应该你都爱重着，真侪真侪人诶，即个福业呢，来给祝福啊！穆建莲了解啦，最大诶福业呢，那就是修行者诶心清净。一念清净心的祝福，何况讲吼，随着佛陀修行，定三个月结下安居，大家人呢，人人的心都是这么这清净，这个福德啦。所以穆建莲尊者，伊就求佛啦，讲我愿意为我的老母做福。用我最虔诚的心来供养结下安居，心心清净，遐尼才用心修行，心静如琉璃，这德真高呐！我的供养，唔忘大家人为我的老母呢，一心的祝福，莫见人尊者。那是僧团中的人人所尊重的，僧团中啊是上座，但是为着伊的老母表示伊的虔诚，
所以一碰到迄个喷水啦，安尼一的加强劲呢，任何一个人洗洗手，用一个巾啊擦擦的，伊就现强。所以咱古早那伫咧拜好兄弟吼，多啊卡拢会一桶水有无？一条巾啊有无？吼、哦，对啦，迄就是吼、哦、延续伫迄个时阵啦。啊，其实呢，咱佛的时代呢，是真正有修行者，他真正迄个心清净，尤其是要供养的人，迄个心的虔诚，安尼呢，人对人啊，安尼供养的，咱即嘛应该呢，就是爱来劝人啦。我佛的领导，恁的父母就是啊，最有修养的，你的养分。你应该孝亲，用目犍连尊者呢，伫咧孝孝老母，要安怎样来供养伊个老母，趁着老爸老母一滴咧。咱安尼伫人间，咱都爱好好来孝孝啊，唔是讲单孝教，无去呀，啊再来讲真澎湃啊来拜，其实呢。澎湃拜，伊敢食会到呢？嘛无路用，伊真正会来食，你嘛会惊到，无可能啦。咱若用安尼的精神来想，那么咱呢，就会知影讲哦，咱应该安怎去辅导？第一爱辅导讲哦，你将要拜拜，啊是毋是来做仙呢？为仙嘛，啊你将讲哦。爸母即嘛现在呢要再生，那么安尼呢应该呢就是现行一共用，唔免等到最后呢，哪怕是木建连呐，伊是神通第一，迄、那个崩盘甲老母的头前呢，还是无法度接受啊。何况讲咱拢凡夫哦，啊，干那安尼拜拜啊，都破会掉啊，无可能啦。我们一直吃动物，所以是工商人就说这一波疫情的法药就是吃素。这一波疫情怕也没用，不是你害怕疫情就会过去，所以我们要吃素劝素。他们啊，三百多位啊，集合在新店。他们呢、啊，集合一个目的，一个目标。那就是要虔诚，虔诚要祈祷，虔诚的来表达他们心里想说的话。大家还是呢用虔诚的心，我们平安者保平安，你要平安呢就不要呢这个人以动物啦、啊、这身体上的病毒把它呢挂链啦、啊、链到了人的，这叫做食物链、哦、不要让病毒啦、啊、这把它链到了人的身体来，所以期待呢人人啊，众生命爱要和敬啊，无争。总而言之呢，每一个孩子啊，都会说出来他们如数，而且如数的目的是什么？那就是要有爱心，爱疼惜动物。这动物都也有生命，他们被杀会很痛苦很可怜，我们要有爱心啊、哦！不要吃它，它都有生命的。哥哥孩子他们可以尽可以不会受影响，你去想啦，也未予人影响。有阿公，
阿嬷甲讲你无够营养，他就会说我很健康。都是呢，最近一直听到囡仔呢、孩子们啊出来做见证啊，既健康又聪明，而且呢爱心又懂得呢孝顺呐、会素食的孩子，说就是最孝顺，这都是呢我们要教育的。干阿公哦，一顿两顿无吃吼，嘿，足简单的啦，是不是呢？可以真诚的内心的数，不是干阿公，我一顿无吃。总而言之啦，期待人人总是打从内心的虔诚啊，这如数哈、那总是呢造福人间呐、也可以呢让这个世间呢风调雨顺呐、这调和啦气候，所以啊期待我们大家呢虔诚。这个时阵，大家人提起虔诚，还来得及，还可以让疫情呢缓和一下，还可以呢，这种四大不调呢，也可以缓和一下。那还是呢，这个最最紧要的关头，大家呢要大哉教义啦，要及时爱的能量抬头，那才真呢。能有救了。慈济的祈福会带领众人以虔诚心礼佛，以欢喜心迎接吉祥月。除了宣导普渡不杀生之外，更重要能劝树护身，保护生灵，爱护地球，用佛法引导人们切莫迷信，能以正信、正念、正思维来提升心灵的正能量。七月本是吉祥月，只要人们以虔诚的心凝聚善念，身体力行在菩萨道上，就能一同化解灾难，让世间祥和平安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正言上人纳履足迹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